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拉风牛。昨天呢，我发了勋章车跑梦回古蜀的视频之后呢，也是有小伙伴在评论区里面叫我出一期这个天行者的跑法。那然后我搜了一下网上关于天行者这张图的跑法呢，也是比较少，所以呢，就出一期吧。那前面几个弯呢，基本上是跟昨天的勋章车差不多的，不同的是就是这里直接空中开氮气，然后这里下来直接一个 ECU， 然后这里一边延续一边利用小漂的惯性把这个车头拉正回来，把这里卡一下气，直接放氮气硬拐过来，然后这里直接弹射 CWW 一个 ECU 释放。注意哈，释放 ECU 之后呢，直接踩加速带前双刹，然后再放一个氮气踩加速带哈。这里呢，我是用了一个弹射 WCW， 然后这里的延续点氮气就能长一点。这里直接开氮气，小漂调整角度，延续氮气下来，然后后面的话基本上就是没什么难点了。那这个跑法呢，也是借鉴了东方的那个天行者跑法，稍微改善了一些容易失误的点。注意这里直接开氮气，然后延续下来之后再延续，这里再直接开氮气，小漂快速出弯，这里呢直接把氮气延续起来之后再放氮气到达终点，1分20。那成绩虽然说不是很快，但是也是搞了几个小时才跑出来的，希望能得到你们的点赞哦。